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共动用部队114000多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27辆，各种火炮1541门，各种飞机475架，各种汽车10000多辆。这就是1981年9月14日震惊中外的华北大军演。在筹划这次演习时，参谋部向邓小平提供了三个大小不一的方案，之所以准备三种方案，一是因为当时国家军费紧张，二是我们一直倡导和平共处，如果实行大规模演习，可能会在国际上产生负面影响。邓小平看后，经过仔细考量，立即拍板，要搞就搞大的，即使动用储备物资，也要搞一次大的演习，要把军队的士气鼓舞一下。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81年9月14日，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演习开始了。国家领导人来到演习现场，随着一声命令，三发信号弹升起，各兵种各就各位。这次参加演习的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部队。演习场上，鲜衣怒马，万炮齐发，火光冲天，航空火力突击，地面火炮压制，石块沙土腾空而起，山川大地为之颤动。这次演习还演示了火箭布雷、飞机布雷，这些武器就像天女散花一样落下。古兵书云，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亦可当百。即使在和平年代，部队也要时刻艰苦的训练，这一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以北京军区为主的这次大演习一共分为四个科目，一是模拟蓝军集群坦克进攻，二是空降与反空降，三是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四是战役预备队反突击。红军和蓝军部队展开激烈厮杀，坦克装甲车快速通过沟壑，击破各个障碍，火箭炮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精准地打在蓝方的装甲车上。在这场大演习中，情况尽可能还原真实战争，着力体现了与强敌作战和打现代战争的特点。空降兵在蓝蓝的天空中向地面发动突袭，地面防守部队利用军民结合的特点阻击敌人的进攻，红方实施反击，他们冒着炮火和密集的子弹占领网状阵地，同时红军的火炮支援打击蓝军的入侵，战机俯冲地面精准击中目标，红军组织坚守防御，顽强抗击，最终粉碎蓝军的进攻企图。在这次演习当中，邓小平及国家领导人无不称赞鼓掌。演习结束后没有造成一人伤亡，正是因为工作做得严密细致，四个演习科目在5天内全部完成，国家领导人一场不落全部看完。虽然当时的华北大演习支出费用2500万元，相当于2017年的6.2亿人民币，但是当年的国家经济条件并不好，花这么多钱已经实属不易。这次演习后，不光是前来观摩的各领导干部反响激烈，连国外的一些媒体都大为震惊，这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期。9月18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50周年。50年前，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武力侵占东北，这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中国抗日战争打了整整14年，早在制定华北大演习时，邓公就下令在9月19日演习结束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大阅兵。1981年9月19日，盛大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如期举行，邓公在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三军，10余万名三军将士排列成整齐划一、阵容严整的53个方队，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战士们那杀气腾腾的眼神注视着邓公的检阅，三军将士组成方阵，他们昂首挺胸，铿锵有力，整齐划一地走过检阅台。而在这壮丽的场面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便是空降兵15军的方队。在训练之初，这支铁军没有丝毫的犹豫，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终于可以向指挥部展示他们的成果，然后他们的成果被否决了。全军上下都已经有20多年没有阅兵过，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有人建议向国旗仪仗队学习。当他们看到仪仗队的表演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陷入了沉默。这种整齐划一的正步简直就是无可挑剔。空降兵十五军的战士至此找到了方向，他们艰苦训练，攻克每一个难关。然而这只是基础单兵训练，如果要在方阵中整齐划一，就连仪仗队也没有这样的经验。然而空降兵们并没有退缩，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75厘米的步长，30厘米的踢腿高度，每一步都要保持一致，这是他们给自己设定的挑战。就这样，9月19日，空降兵方阵威武的身姿，踢着铿锵有力的正步走过检阅台。1981年的这次大阅兵又展示了中国最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炮兵部队载着各种武器开过检阅台，银色的地空导弹依次排列接受检阅，它显示了中国的武器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空中方队划破天空，飞过检阅台上空。在这场阅兵式中，海陆空三军组成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53个地面方队，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各种新型武器也依次亮相。可以说，华北军事大演习在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范围内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我们下期再见。